这料谎是吧？啊，这个绰号叫阿满，那是跟你混的吧？臭鸟，我怎么能骗你呢？你说的是？我说的是那天晚上，齐卫东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呢？他！哎呀，臭鸟，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那天晚上齐哥跟我在这儿吃的饭。 我给他撂了10000块钱，后来我就没有看上。陈不说，周旋，不要欺人太甚。我对你们穿官服的人都是非常尊敬的，别以为我好欺负。 咱们谁都有家有业的，有爹有妈的，啊？说你傻吧，那就流鼻涕，威胁公安人员。我告诉你。 我要是没把全家人的脑袋别裤腰带上，我不敢干这活。这世界很酷。